你每天接触人造光源大约多少小时？应该是8小时到16小时。其实，就是对于演员来讲，应该说这个是常态。就像你现在可能没有看到我面前就有两个这个灯光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是更多的在棚里面更强度更大的灯光。你是否试过一天不使用屏幕？否。现代人应该每天都会接触到屏幕。你自己有多少个电子屏幕产品？少于5个。啊，我想想，我有一个手机，然后电视，家里的还有一个电脑。如果算是 iPad 看剧本的时候用的话，应该是4个。你每一天在荧幕前度过多少个小时？少于3小时。你接触到大量的人造光源。